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月月赏。今天呢，我来到这里参观全亚洲第一猛鬼酒店——马来西亚云顶 Amber Court。讲到 Amber Court 咧，每个人嘅谂法咧，一定系会谂到呢度系个鬼城，系个死城。到底入边系咪咁嘅咧？大家一齐去睇下。都初头嚟到呢度咧，听传闻所讲，全亚洲第一猛鬼酒店系个死城嚟嘅。但我嚟到呢度睇到，亦都发觉到，其实呢度唔似传闻中所讲嘅系一个死城嚟嘅。入边都系仲有住客住喺度啊，都系仲有食馆啊，仲系有 laundry 啊，连基本嘅杂货铺都系仲有喺度嘅。所以我觉得。傳聞已經係帶俾一個錯誤嘅信息俾大家，認為呢度係已經係死城。先都已经带大家参观咗老 B 嘅环境，而家我哋正式上嚟睇下住宿嘅环境到底系点嘅咧。都雲店都嚟到雲頂賭場啦，肯定要嚟賭翻一鋪噶啦！賭波啦！蘇嚟到雲頂呢度咧，為咗應證下一個都市傳說，我哋就嚟到賭場啦。因為下一個都市傳說咧係關乎到賭博嘅。蘇而家我哋就喺雲頂嘅賭場 Sky Casino。好啦，唔好講咁多，即刻去啦！好啦，啱啱喺賭場入面咧，我哋就係唔允許拍攝嘅，所以我就冇拍攝賭場入面嘅狀況。而家我哋已經賭曬博啦。So， 老闆娘，有什麼回應？沒錢啦，我沒錢啦。
是的，正如老板娘所说，我们已经是输了所有钱了，现在是时候落山去应征下一个都市传说。 Let's go baby。 老板娘有什么感想？好啦，而家我哋已经攞咗车啦，系时候要去下一站啦，要去验证一下下一个都市传说啦，到底存唔存在嘅咧？下一个我哋验证嘅嘢系咩啊？什么坑？好啦，算啦，下一个我哋要验证咧就系啃人头嘅女鬼。而家我哋所有嘢已经系准备好咗啦，输钱亦都系输咗啦。应该系前半昼嘅嗰个仪式，算系仪式啦，已经系成功咗嘅。So， 到底会不会有这个女鬼呢？现在我们去看了， Let's go。 我们已经回到屋企啦，现在已经是凌晨的2点钟了。然后我们没有停下来那个都市传说的地点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一路上一直走下来，一直开车往下走，可是完全就没有一个地点是跟那个都市传说的地点是相对的，因为一路上都很多次啊，完全就没有那种黑黑暗暗的地点，所以就不知不觉的就走到家里了。嗯，为什么是我在做结尾呢？因为那个人超懒惰，他不要做结尾，因为他找不到那个地点，他很不开心，所以他不要做结尾，就叫我来 做结尾。所以影片到此结束啦，喜欢他的第一个影片的朋友们呢，记得留言、按赞还有分享哦，所以记得要订阅他哦，然后记得打开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还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是 Yuri， 他会准时在每个星期六晚上的5点钟播放影片，然后我会在每个星期六晚上的6点钟播放影片哦。好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，拜拜！记得要追踪我还有他的面子书还有 IG， 拜拜。So， 我哋嚟到半山，估计应该系呢一度噶啦，睇前面，估计都系呢一个地方嘅，但系暂时都未发生过任何问题啦。都是一切都是很正常的。